一时欢情，我记了五百年。你醒过来了。那天呀、是阿轩救你回来的。过去一看。为了大家。是师父。你会法术啊。你们村里是否有一个来历不明的白衣女子？我杀了你这个不赦人。小白。姐姐。她是杀了妖啊。成了妖怪，天要杀你，人要杀你，道士要杀你，其他妖怪也要杀你。如今我姐姐变成了这个吓人模样，你还喜欢她吗？你要知道，有一天你可能会后悔。天道无情，天地有规矩，你是人，我是妖，就算人生命数有定，也要活得自在。小白，无论怎样，有我